啊，祭祖也非常感谢咱三海镇的叔叔人员，咱中大安社会化，而且咱市民中这些地方的居民人员，咱互相打招呼，以及咱市民中管理员的叔叔人员的存在。给全体人员，而且向咱三海的各位技术人员，可以表范先生非常最好的建议。三海的啊，咱的这技术人员、先生老师，以及所有成员啊，致上最高感谢之。先生、女士，大家阖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啊，咱祭奠的时阵再相会。感谢咱江公大天父的技术人员啊，传承陪咱圣庙到平洲下座。四年五天的日子啊，传承的啊，陪伴圣庙回到。平洲天路宫，以及各种寺庙，而且啊，这个晚会主持人陈武昌，咱陈永庆的家人是平洲管理晚会，咱的主意的实在，以及咱的所有成员，向咱江公大天父，啊，这主持人员先生女士，致上最高的敬意。咱市民中这个总干事董事长也再次欢迎各位。好，来继续嘞，咱市民中平平七秒回到咱维修厕所，也到咱国家刚确定新河36针破裂损毁。拢是咱要总总干事专门切入，而且嘞，啊，你向咱总干事恭喜，感谢咱江东成交，感谢。要为谁感谢？咱江东大连路。好啦，下面这段的时阵，谢谢高丽，是咱新恒新会教跟上小庙啊，回报啦，代表湄洲祖庙以及刘荣港咱的祖师来协助回报。啊，今日先从高友江啊来到咱新恒的大街来接受小庙，技术人员可以调班先生。咱各位叔叔、先生、女士、小姐，也伫在此欢迎咱礼物千岁王大人。
心事的人。咱设立团的收银员张步昌总干事方秋弟，以及咱新会长管理员会所有成员，在此向咱李副总以上最高的建议。总干事李雄勇，啊，再度感谢咱六十六号哥，啊，技术人员给我关心。而且呢，祝福咱六十六万中优惠红心，咱四大发天下，大家行家平安万事如意。咱李副先生以及众先生，啊，咱这技术人员非常感谢。咱收到，谢谢啊。收到这的时阵，咱再上回感谢感谢。一个就是众先生，一个咱新郎新娘，各位技术人，各位就，啊，再度欢迎南方的民部先生，一位众先生，咱这个主流委员陈步昌，咱陈良景，以及咱总干事彭秋基彭总干事，甲咱新人新会长管理委员会的新在秘书，以及全体委员。在此呢，欢迎向咱李副先生为众先生致上最高的敬意。
喂喂喂啊，再度要来感谢咱郭宏德啊，洪生，那义务潜水以及两项申请为奖，也啊赞啊，咱郭宏德诶啊，谢谢水兵啊，赵凡先生啊，小红咱郭宏德平会红星。啊，各位师生员、教班、先生、收生员，各位学家平安，万事如意。一个对众神圣的礼仪。先话技术先生休息啊，我那暂停，到咱路口来延安，用接咱的设备去打。啊，咱这边注意人员，打互相打注意，以及咱的总干事彭书记，咱新农新民中管理员会主任员的现在，以及全体议员在此，向各位致上最高的敬意。非常感谢。做事啊，当然要做尽了，也非常感谢咱这公路中热情的赞扬。喂，啊，洪生，咱先上台，来互相水，互相支持，互相鼓励。啊！祝贺县长德，咱牛尾红星信徒关天下。啊！祝贺咱，喂！啊！祝贺咱县长德各位技术人员、调班先生，大家阖平安万事如意。
顺溜细短的时阵再相会。欢迎田宋禄、宋公老总以及廖义将新成的莅临。
其实挽救翻身完先生阮小姐，也非常感谢咱今仔日的参与战绩。咱新龙七中非常庆祝妈祖文化活动，咱技术设备助理员以及设备总干事。帮前地帮总干事，一个咱新龙七中管理员的助理员，特别是在全体员在座，让咱九龙中的技术人员，一个咱九龙台的会长先生，非常最高的结果，非常感谢。新台湾平安，各位技术人员，欢迎刘班先生，大家合家平安万事如意。咱谢谢谢谢，咱再来相会，回。啊，欢迎啊，三年看不到农夫千岁，得到一种形象。小票回到宜州，咱天路宫以及祖师天路港的祖师来进香谢寿。谢谢你们的助理员、大部长、咱陈荣庆以及总干事方水基，咱新龙市民宫管理员的助理员，的现在的全体员。在此向咱花木桥各位众先生，以及各位技术人员、各位调班先生老师，非常最高的敬意。
各位报告，咱在农历3月14日至18日，五天，咱新农集中要来举办合庆乡新农乡36座，咱天上圣庙顺增四方的文化活动。也欢迎咱各位中的赞助，而且也欢迎在座各地各位先生大德，各位乡亲，到时阵莅临新农新民乡来参访，咱支持处天上圣庙36座顺利邀请四方的活动。红沙咱合庆乡天上圣庙，以及农夫先生两位众神神明中，也祝福合庆乡咱乡会乡亲信徒万的啦，各位技术人员，各位先生大德，大家身体健康，家庭美满，事业风头大展，而且祝福大家万事如意。咱圣庙祭奠的时阵，咱再度再来相会。在当中啊，用技术人员调班生活，讲一声非常感恩，非常感谢。欢迎千岁，各位众神神明的莅临。技术人员，各位班先生、女士，今日予恁非常的辛苦。啊，咱南门宫的圣庙出事地来进庙。五更四暝全程规划圣庙，咱新郎新娘宫，咱的建筑人员南门宫。以及总干事彭树基，咱的管理员的主任委员第四站，全体员用咱南部中作为所有的技术人员，咱的先生大家非常最高的敬意，非常感谢。
咱各位技术人员、各位先生、女士、各位观众，来多谢咱全体会员小朋友啊，进秋回到咱新乡。谢谢支援，谢谢向咱欢迎所有的众生前来参与。各位先生，大家各位乡亲士大，啊，来自各乡镇的贵宾。咱新会宫平安农历三月十四日至十八日，要来纪念新会宫天上圣庙咱三十六尊各位神尊侍奉的雕像。咱这一次的范围有咱探天香，以及咱新河啊全部的用品，也欢迎各位神神大殿。到时阵，你们新会中参拜。本这个主办会以及管理员的再次欢迎，各位神神大殿的贵宾。中上，咱刚刚那途中，咱欢迎民众，以及文武千岁两位将军神。非常感谢，再度向各位弟兄敬礼，感谢。